时间、无垠的空间、赵无极作品展 L'Espace et Silence。 在巴黎，上一次赵无极大型个展要追溯到2003年国立网球场美术馆。时隔15年，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携手法国赵无极基金会，再次为艺术爱好者呈上赵无极作品展《无垠的空间》。参展的40幅作品来自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私人收藏，包括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以及德国、瑞士和日本的美术馆。此外，还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来自法国、瑞士、英国和台湾的收藏家。下一集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一幅作品，叫做 29.01.70， 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